印中，即系印中嘅印度同中国嗰个边境对峙咧，喂，好激烈噶嘛，互相吹鸡噶嘛。嗱，咁啊睇翻啦，就话北京咧就讲双方咧又有沟通嘅，就讲数，就讲和。嗱，呢度讲就话部分印中边境嘅军队咧，6月8日起咧就陆续后撤，咁啊对峙局势咧暂时啊缓和。咁啊，中共啊呢个叫做口交部发言人啊华春莹咧就讲，佢话双方近期透过外交与军事管道咧取得有效嘅沟通，现已按有关嘅共识为缓和边境局势采取相应嘅行动。哇！呢句喂呢句嘢唔系啊，近即系唔似近期中共嗰个战狼外交式咁嘅讲嘅缓和。喂，点解呢个战狼遇上呢个辣咖喱？即系呢个战狼，哇只眼，哇真系黐住咖喱，赤赤痛，乜都睇唔到。啊，而家睇翻啦，点解中共肯让步呢？之前吹到好行啊嘛，啲五毛又话喂，吹鸡过去，咪同呢个阿三或者呢个咖喱咪打镬金嘅咯。首先睇翻一样嘢，印度亦都不是省油的灯，两个都系人口大国。睇翻呢个边境环境，印度咧就方便好多嘅。咁啊，睇翻呢度边境咧，咁啊呢度好有争议性啦。咁啊，呢个冲突嘅起因咧，就话双方都话你过咗去嗰条街。呢条街唔知边条街啦，啊，即系佢即系双方都唔承认佢对方嗰条界啦。咁啊，双方亦都喺呢度咧就有做一啲军事设施，甚至又话双方都指责对方有扩建道路。咁啊，印度唔使讲啦，好明显喺度扩建，即系喺度修筑一啲道路啊。咁修筑道路呢度咁荒谬，我哋做咩啊？修筑道路梗系运送一啲士兵啊。一啲坦克啊，一啲军火啊，啊，去上前线同你砌过噶啦，啱唔啱啊？嗱，睇翻印度方面咧，就嗰个叫呢度咧，印度运即系嗰个叫补给情况咧，就相对中共嚟讲咧，就系易好多嘅。咁啊，睇翻啦，中共啦喺度啦，驻军咁啊，而家抗军啦，对峙咁啊，和平时期咧，你见到又唔系好多人嘅啫。十几人对十几人嘅啫，咁而家去到紧张时期咧，你见到百几人对百几人，咁啊而家又话互相吹鸡咧，吹到咧又话10万人，又话几万人，我当你几万人啦。嗱，几万人呢度睇翻一样嘢，补给问题，成日都话，你如果打赢一场仗，第一样嘢最紧要情报，情报你知道敌人系敌人个举动，敌人嗰个实力，咁你咧赢嘅机会好高。第二样嘢。最即系应该最重要啊！嗱，呢样最重要就系、是、第二样就系补给。你如果补给俾人断捻咗咧，你又玩捻完。嗱，讲翻一样嘢，点解中共会让步咧？第一样嘢，中共佢个战略咧，就系而家系应付紧美国嗰个围攻嘅，系嘛？咁啊，而家佢嗰个战狼咧，都仲系叫做不断喺度打嘴炮啦，应付美国嘅。那個即係招呼美國，咁佢西邊呢個叫做咖喱，咁啊估唔到佢突然間變辣咗，加重料喎。喂，咁樣睇翻啦，中共而家嗰個經濟環境唔使講啦，甚至而家中共入邊而家個水災非常之嚴重，啲省啊，咁好多道路咧都倒塌。嗱呢度咧，如果中共去照顾呢度，佢所谓边境而家有几万人驻扎咧，你谂下嗰个运输嗰个叫成本系非常之高，甚至非常之危险，因为啲道路随时行下，上边有个石头碌落嚟，成架车都砸捻扁嘅，系咪？佢行啲路全部都山路嚟噶嘛，好崎岖噶嘛。嗱，甚至你讲翻啦，如果一旦你开波就消耗噶啦。弹药消耗、粮食消耗，你补给唔到，你唔可以即时补给。咁你睇翻啦，印度可以即时补给。咁你睇翻呢场仗系冇得打噶，随时好多人被俘虏噶，即系中共啊，即系中嗰啲解放军啊，随时俾人俘虏嘅。第二样嘢，我当你唔打啦，喺度对峙，几万人对峙，你都要照顾佢三餐。嗱，三餐
三餐啦，照顧佢啦，三餐你諗下運輸，之前講過運輸成本非常之高，風險非常之高，呢度極之荒蕪，直情一條唔好話食草啊，連草都冇得食嘅呢度，係嘛？荒蕪到咁啊！你見到地圖就知啦，係嘛？即係冇得食嘅，草都冇得食，咁你一定係要補給嘅喎，糧食補給嘅喎。咁啊，嗱講再講翻啦，突然間講翻你對峙糧食補給唔到。嗱咁樣講，嗱人咧其實最主要嘅目即係生存目的啊，都為咗求生嘅啫，唔係求死噶嘛，唔係求戰噶嘛。嗱前線嘅心態咧，同佢北京人北京即係北京啊嗰、那個人嗰啲心態就唔同嘅。北京嗰啲咧就打嘴炮，講到幾硬都得。前線嗰啲哇打兩錘爆曬光流曬血嘅，佢哋嗰啲係感受到嘅，係嘛？嗱咁你再講翻啦，對峙。你補給唔到嘅，冇三餐俾佢食嘅，咁啲中國即係嗰啲解放軍啊，咁點啊？即係可能有部分人好堅持，餓死咪餓死咯。但係我相信有絕大部分人咧會走咗個印度嗰邊問佢攞嘢食，啱唔啱啊？飢餓難耐啊嘛，哇點頂啊？喂，嗰啲地方好凍噶呢啲，你見到有雪係嘛？你冇嘢落肚啊？哇！你真系几咁困难啊！即系所以你睇翻一样嘢，就系、是、你即系呢个得把嘴就话战狼外交几硬几硬，实际嘅情况你要计算噶嘛，好多嘢系嘛？你坐到北京嗰啲位置，你当阿习近平坐到北京上边啲位置，佢计算条数，哇唔襟计喎，揿下揿下，喂日日要几多几多几多，可能几多几多亿。人民幣嗰個補給啊，咁樣幾多十億人民幣補給嚟照顧呢班前線軍人？喂，隨時真係而家嗰個水災問題，嗰啲道路非常之危險，係嘛？如果你呢場仗，即係中共佢亦都計算，如果呢場仗佢咁樣，真係你之前你睇翻嗰個影片，有個解放軍俾人打到要叫救命嘅。喂，咁樣而家你再睇翻呢啲片，如果真係有呢啲咁嘅士兵，因為飢餓難耐，走咗印度嗰方面，印度方面，我諗會俾你食嘅，一定拍片咯，拍片擺上網嘅。喂，你嗰個戰狼真係變咗病狼啦，係嘛？喂，點見人啊？喂，點同啲五毛交代啊？喂，啲五毛一定崩嘅喎，崩潰嘅喎。喂，不嬲啲五毛都俾你灌輸咗呢個叫打飛機精神啊嘛。不斷咁打噶嘛，揾口揾嘴炮打就得噶啦，係嘛？上邊喂，出邊點樣？前線嗰啲人，佢哋嗰啲感受係嘛？隨時有人彙報，真係可能呢啲係收到前線嗰啲彙報，喂唔掂喎，真係可能三餐都我哋呢啲士兵頂唔住，真係個戰意一路低喎，係嘛？咁啊，中共咪唯有同呢個辣咖喱咪講即係講數。跟住講和咯，咪要退咯，一定要退啦，係嘛？個人意見獨立思考講完。